多久？洗个头水的澡。榴莲、老干妈、臭豆腐，你最离不开哪种食物？臭豆腐跟榴莲。现在肚子上有几块腹肌？有两块不太明显，六块。私底下都是怎么健身的？练舞练。我不太会长胖，不太会长胖，不太会长胖。还有一个小环节，需要你展现一下你的漫画功底啊！王俊凯、王源、易烊千玺三小只在一起过生日。这个能不能解释一下？这个谁是谁啊？谁是谁？我没想。我还好，一起过生日。我觉得还差一个签名 ，A 卡姐亲自找他去要签名，当做粉丝的一个福利。嗯。可以签个名吗？对，这毕竟是你自己的作品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好了，